这没吃到，让来宾主持人很火大。我告诉你，这要怎么吃，你知道吧？帅气。你到底懂不懂品尝？慢慢品。你再吵，把你眼睛剪掉。那就交配了。这你好好繁殖。剪掉就交配了。还吃？你根本就打错。如果在脱壳的时候被吓到，那么他会 A 脱壳失败而死翘翘。B 把壳穿回去，好可爱啊！哎，心机很深，你涂了一半，受到惊吓，脱，爸，你帐篷回来了，我也不变了，两手，两手。收看的是《型男大赌徒》，看谁最幸福耶！没错，今天是看谁最幸福，今天是真的很幸福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因为有锅子。幸福都忘了啦。看谁最幸福啊？因为今天呢有五星级料理可以吃，同时还有锅子可以拿，有吃又有拿，你说这能不开心吗？我的幸福来源其实不只是锅子，为什么？因为基本上今天的主食材我非常爱它，我好爱它哦。刚才怎么会有这个表情？好可怕！真的，因为我好爱它哦，那么爱它，我时常吃它。而且我也时常三更半夜，我肚子饿了，我想起的也是他。到底他是谁？真的是他让我失眠了，我好爱他。好，在介绍这个让他爱不释口的这个五星级料理的主食材之前，欢迎两位对我们台湾演艺圈极有贡献的两位大哥大姐，好不好？欢迎方俊、B B。欢迎两位。哇！两位好，大家好。B B 姐姐太辣了。有吗？有，辣翻了。辣，你是最近有在看强尼戴普的《神鬼奇航》的？有一点呢。哎，记不记得上次我来啊？啊，其实啊，怎么样？我亲了他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左右邻居大家都翻了，大家都说好，亲得好，你亲詹姆士啊就不稀奇了。阿基斯这种勾一郎啊，你一定要说从此之后，他成为邻居的公敌，是不是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嘞！今天为了你们呢，看谁最幸福，吃好料之余啊，还可以拿锅子。哎呦，今天呢，你们两位一组，我们两位一组，好不好？OK 的，我跟你，我们俩一组。好，到时候呢，把那个图啊，怎么照整个试吃的过程，把图拼完整了。看到了一个锅子，就可以把它带走。OK， 五分钟出好菜，欢迎吴秉辰师傅。五分钟就做一道菜，哎呦，多半呢，我们一直不断想方设法，绞尽脑汁啊，要让大家知道说五分钟事实上轻而易举。笑场王子哎，林俊彦，有点像，你好帅呀，对，专唱日本歌，啊，还穿和服呢，那对，还跳舞跳的，林俊彦找到新对象了。五分钟做好菜，蔡明叫我们现在做个韩式料理。好，那菜名叫韩式泡面海陆堡。不会做菜的，把它烫熟都很滑。对对对对，烫熟到十分钟了，对不对？五分钟，准备计时开始。好了，我们这边热水的部分呢，我们先来做一个烫泡面的动作。你们参加过这个单元吧？我想没有。俊哥没有，你没来过，你们都没来过啊？没。难怪我们今天要为回馈你们的对节目的贡献，对，你们在我们节目里面都表现这么好啊。好，这泡面好。石锅部分呢，我们现在先加热。姜的部分呢，我们先用姜末。切姜末的，对对对，用切姜末。吴师傅，观众看到五分钟出泡面，大家可能会觉得那不就是泡面？其实不一样，它是一个其他做法来讲，面的部分我们可以用其他的面。姜末是。所以你是说，如果不用泡面，一般手工拉面也都可以？也都可以，或者是乌龙面也可以。哦，乌龙面。好，那其实它这个主要就是。那泡面加葱姜蒜弄好以后，辣椒切辣椒，辣椒切圈，对，好。还有四分钟，还有四分钟完了，毁了。泡面原来是用泡的哦，对啊，没有煮哦。来，我们的辣油，先辣油一汤匙，辣油一汤匙，谢谢。肉的部分呢？肉的部分今天用的是我们的一个雪花牛肉，雪花牛肉，对，
雪花牛肉先来，先跟刚才的辣油一起来炒。对，虾子的部分哈，做一个开背。虾子开背。哇。虾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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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牛。阿健老师，通常听到这个音乐不是剩下一分钟而已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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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音乐太少出来了啊！还有三分钟。三分钟。还帮我报时。会加点，会加点，加点嘛，要加点。来，虾子部分先把它放进来。五分钟哪来得及啊？Talk about it, talk about it。泡菜的部分呢？泡菜，泡菜，泡菜煮泡面最好吃，还是泡菜。那虾子的部分今天准备的比较大只一点，大惨了，大惨。对对对对，所以熟成时间要多了二十秒。啊，多了多少秒？两分钟。好，还有两分十秒。蛤蜊把它放进来，还有蛤蜊，蛤蜊六颗蛤蜊，蛋菜，我们的一个米酒，米酒一大汤匙，没错没错。来，再就是我们韩式辣酱，韩式辣酱一大汤匙，味噌，红味噌，红味噌大概一大茶匙，是的。再就是我们的糖的部分，糖一茶匙，哇，茶匙放进来，糖一茶匙，高汤大概100cc，是的。现在做一个微煮的动作，要微煮，还有时间微煮，来不及。来。韩式泡面海陆堡，哇，这个菜名听起来就相当耸动。那个泡面会不会太少啊？我们用十个这一个份，一个份，对，一人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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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受得了？阿健老师，这个音乐对方俊大哥来讲太刺激了，一分钟，对呀，好，音乐好。一分钟音乐是这个主题曲，来来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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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加锅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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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不及了，你还要这么多，你完蛋，你完蛋。煮出泰国虾料理，而且是用红豆来搭配，美妙滋味让炒乔吓一跳。那这么是做鲜虾凉面，酱汁调味竟然过头了。我会把这个做成冻，啊，冻，对，虾冻啊，虾冻，然后跟面拌在一起。吉利丁下去，让它凝固，它就变成待会背面的冻，冻，对，冻，哦，就咸诶，很咸哦，就是要这么咸的、啊。恋爱豆橘虾，啊，其实你平常有时候都会用盐巴盐橘虾什么，为什么今天会选红豆啊？其实红豆跟虾米结合，对泰国虾呢，它还会有另外一种很另类的加分效果。哦。这个吃起来的入口的感觉，好像吃咸的口味肉，热的冰淇淋的效果这样子，好不好吃？吓到哎！让小乔一吃就。加锅盖，加锅盖，加锅盖，加锅盖！你来不及了，你还要这么多？你完蛋，你完蛋！葱花的部分准备一下下啊！好，来，这时候呢？这个时候呢？我们的泡面把它放进来，泡面放进来，洗过的动作，30秒，哦，哎，可以耶，哇哇，还有满的，满出来了，哇哇哇，倒数10秒，十秒，乱撒的，乱撒，葱花，葱花，韩式泡菜，韩式泡菜泡面，海陆堡。萤火天好了是什么？请看，蛋菜有强大的繁殖力，一颗壳长16公分的蛋菜会有什么惊人的能力 ？A. 排卵可以喷到75公尺远 ；B. 产卵可达7500万粒。两位来宾首先筛选，两位来宾，赢人决定，剪刀石头布。你觉得是？你觉得猜对 ？B。BB 猜 B， 你跟蛋菜 BB 猜 B 啊？我跟蛋菜比较熟，因为你看嘛，它一颗壳长16公分的蛋菜嘛，它已经16公分了。如果你选 A 的话 ，A 排卵可以喷到75公尺远，哇，那也太真的是 super 虾，比水果虾厉害 ，super 虾 ，super 虾，所以我选 B。B 答案是，答案是 B 是。快，快，快！哦耶！来，蛋菜有强大的繁殖力，对，这是适于养殖的重点特性之一。对，可
壳长4至6公分的个体，平均产量为30至600万粒，最多1000万粒。好，而壳长16公分的蛋菜，怀卵量高达7500万粒。哇！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好吃吗？嗯，真的好好吃。不就是泡面？这叫九孔。跟我们那菜不一样，你是点？嗯，够美味啊！去看看定掉啦。嗯，哎，这个还有干贝哎。他是想的不要这样，看起来好心酸哦。退而求其次了。不要捡人家吃剩的，不要这样。可以了。可以了。两位拍手，谢谢我们的吴师傅。谢谢。切细，切细。他们看到了啊，从现在开始拼图。拼错不算哦。应该没有错，你太聪明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的五星级料理到底什么样的食材让我们的感人呢？来，爱不释口的五星级料理。今日主食材泰国虾，是全台各地钓虾场最常见的商业虾类，其原产分布范围相当广泛，在民国59年引进台湾养殖，属杂食性河虾，主要生长在淡水以及半淡咸水的水域，特别是受潮汐影响较低的地带。最近两位主厨会如何料理口感扎实弹牙的泰国虾类？马上来看看今天的五星级料理秀。就是它。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吃？为什么那么喜欢吃泰国虾呢？我不知道哎，尤其是泰国虾的头。我明明知道吃虾头可能会有一些胆固醇问题，可是我每次一吃到泰国虾，我就是把它头嗑光。你看它爆了多少的蛋啊！它，哎呦，我的妈妈咪呀！哎呦，就是它了，我要它，我要它。啊，客家话了，怎么办才好啊？你相应出现了，阿吉师，拜托你处理它。哎呀，阿吉师要做虾。来啊！今天我们用五星级的料理主食材叫做泰国虾，菜名叫做什么？菜名叫做恋爱豆菊虾。恋爱豆菊虾。恋爱菊虾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红豆。红豆。除了炒热以外呢？来，我这边还有特别一个稀奇的海味，虾米。哦，虾米。用虾米。哇，这很神奇。虾米炒进去啊。把它炒进来，那么淡淡的开阳的香味呢，使这个红豆呢更有这个味道。啊，就是你平常有时候都会用盐巴、盐焗虾什么，为什么今天会选红豆啊？其实红豆跟虾米结合，对泰国虾呢，它还会有另外一种很另类的加分效果。哦，等一下您吃就知道啊。哦，那么是因为很过瘾。因为这时间的关系呢，时间的关系呢，我有刚刚有取一部分寄出来。那么加一点水啊。那我现在就放下去打浆。啊。等一下焗熟的虾，您就沾着这个酱汁来吃。哎呦，就味道就表里一致了。红豆是啊，红豆酱啊。对，红豆酱可以降低胆固醇吗？可以提高，提高兴趣，对，我们吃的兴趣，对，提高兴趣，OK 吧 ，OK 很优，优个，吃的兴趣，English you good me good， 好啊，就是你这边不要随便讲英文哦，因为 BB 会冲过来，要小心，对啊，他等一下要亲你，他现在在詹姆斯那边，我心安得很。是黑的是什么？这个是陈皮。陈皮呀，陈皮这样子用吗？等一下呢，要焖的时候呢，我会撒一点点在锅底，那把它铺排在上面。所以当你在吃它的时候，其实陈皮呢，对于红豆提味呢也非常好。哎呦，炒到什么样的温度呢？大概要到110度以上。现在，哦，开阳的味道出来了。有了，还不到呢，还不到，没关系，我请我的二厨继续炒来，对，110度，好，阿弟，你加这温度计，这放在个700多，800多，这阿弟可以晒，好，我见，我见，好，因两个少年，你去夹夹的，好，我们两个出去走走，去夹夹，我们可以夹夹，晒太阳，来了，帅不是跟 BB 哈，菜名叫什么？鲜虾面，鲜虾面呢？对。
是那个泡面 吗？类似，可是不一样。我们做日式的，可是我们是凉面，日式鲜虾面。对，做凉面呢？做凉面，日式鲜虾凉面。对，欣姐先帮我把这个稍微烫一下，烫一下。秋葵，大概一个钟头左右。来，一分钟，对不起。啊，一个钟头。然后柴鱼汤把它放进来，一碗的柴鱼汤。对，那这个是我们烤过的虾壳。哇，这是虾壳，我们把虾壳放进来。哇，好鲜哦。那我们现在是冷汤的状态，我们把它加热进来。我会把这个做成冻。啊？冻？对，虾冻啊。虾冻，然后跟面拌在一起。是用吉利丁吗？对，有吉利丁粉。要做成冻？这个要煮多久啊？三分钟是可以了，软了。但已经有点滚了，就可以关了。还有两个滤网，那样比较干净。事实上，这些虾根本放不够，放不够会整个浮出来。那虾根本放不下，空间太小。没有，这么可以了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。我里面就没有汤了。美丽的。不一样，刚刚你说浮出来什么意思？我都怕整个虾放不下去。哦，满出来一点。哦，浮出来。你要讲一些我们字幕可以打不出来的。我很难打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是大概三大什么酒，把它放进来。三大汤匙的清酒，清酒放清酒。对，然后我们放一点点的酱油进来，让它呈现颜色稍微深。调味调好之后，吉利丁下去，让它凝固，它就变成待会配面的冻。冻，对。冻。哦，就咸没？很咸啊。就是要这么咸的。如果在脱壳的时候被吓到，那么它会 A 脱壳失败而死翘翘。B 把壳穿回去，避免被攻击。好可爱啊！心机很深。你脱了一半。受到惊吓，脱脱脱脱脱脱脱。爸，你造不回来了。好人性啊！我也不变，只要手，只要手，不。很咸啊，就是要这么咸。好喝米得哦，你这样调的。吉利丁。然后这个虾汤待会整个调味调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倒在盘子上面，然后送冷藏了。送冷藏。对对对对对。好。对。冷藏要让它整个成为一个比较漂亮的固态，要多长时间？这个很快了，这其实只要我们快一点的话，现在隔水降温，它其实就差不多要凝固了。然后你送进去，差不多十分钟，它确定，因为放在铁盘上面，所以大概十分钟它就凝固。OK， 很快很快。哦，因为传导那个温度的比较快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们要看阿基师了。阿基师那边的红豆发生什么事情？来，这边。海洋的味道。我这边呢，有一点点刨丝的洋葱。刨丝的洋葱。好，那我等一下会把洋葱或者这个酸豆呢，当您在吃虾的时候可以拿来解腻用的。好，冰水过来。去它的呛味，对，让它辛辣味跑掉，那么还有一点点的爽口，那么接着呢，我把刚刚这一碗的红豆呢，放到果汁机里面来，那么加一点点的高汤。那里面的红豆有多少量？100克。100克的红豆。对，有50的鲜奶油。啊？50克的鲜奶油。对。我把它过滤一下啊，这边有一点干了，但是我尽可能还是要把刚刚的水分给抓出来。这还要滤啊？要滤一下。我这里面还保留一点，我不挖干净啊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挖干净？我把这边的汁挤出来以后，再调到这边再拌一拌。那么让这边整个的汤汁好像变成酱油膏的感觉。这个吃起来的入口的感觉，好像吃咸的口味肉，热的冰淇淋的效果这样子。这个大头虾了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啊。哇。就这样子摆好。它热度很高。对，还好了，还刚好可以承受得了，就这样子铺排整齐。哦。好，那么陈皮了，不要多。啊。一点点就好，撒在这上头。哦。它香味上得来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整个剥出来的部分再回盖回来，焖的时间2分半钟就搞定了。这么快？很快，很快。这样子。时间再拉长，肉就老了哈，小乔都不喜欢了。真的。不喜欢。我喜欢 Q 弹的。加锅盖。好，我是那碗。来，请出题。泰国虾最早由炎热的泰国进口。
那么如果说水温超过33度C 的时候，它会发生什么状况？ A 太热它会吃不下， B 太热它会多交配。谢谢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再上 B， 你不能偷让啦，上哪哪有偷让？我们要教客气一点 ，B， 你为什么都猜 B 啊？那一定叫 B 嘛，这要有点尝试好不好？什么？水温高的话就很暖和，暖和就想保暖舒服，保暖就会思淫欲。所以它33度的话，太热会多交配。多交配是错的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开冷气。不好笑，人太热都会脱光。冷气有开。我觉得你这句话比冷气还有效。对真的啊，对。B 啊。B 对。答案是 A。干嘛要开冷气吧？真的耶。为什么是 A？ 为什么？因为泰国虾它是属于热带性啊，对，它非常适合成长在水温25至30度C， 如果低于22度C 的时候呢，它的成长速度会下降，18度C 以下就会停止觅食。夏天的水温如果高于33度C 的时候，泰国虾也会停止进食，成长就会停顿。对，正确答案是 A。 这应该不错。闻不太出来，很妙哦。啊，闻出什么味道？哦，谁跟他有交换米羹？导演的真爱米，快吃啊！好不好吃？吓到哎！嗯，等一下，我一定要做个表情。在短信里面烧。阿公。为什么会这么？为什么它很黏软？红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吃？可是却好吃，真的哦。对啊，好奇怪哦。咸的红豆，我第一次吃，真的对，好吃。哎呀，天哪！哦，痛苦。好妙哦，拼图，拼图。左上角拼你们的，啊，拼我们的。看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是拿错。哎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看看。没错了，对，没错吗？你跟我一样这样贴就对了嘛。啊，这样子啦。算了，怎么？啊，这样子。对啦。好糗，可以吧？他们的图长什么样都不晓得。耶！我天哪！哦，刚好熟。刚刚好熟。为什么我说刚刚？尽管我没有代表啊，可是一熟了以后，它香味就上来。对。真的有淡淡的陈皮味，有淡淡的，淡淡的，但是不能多了，一多的话它有苦的味道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来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做试吃。我来了，这是山药，为什么有三份呢？我们是两份的意思。对啊，两份。哎，你这个就分了嘛，分了。哎，你还真坚持啊。虾软还是鱼软？这是虾软。哦，他在作画啊，这艺术品嘛。好，我们来这边。来，为了让虾子可以顺利交配繁殖，养虾叶子会在虾子繁殖季节做什么事 ？A， 把虾子的眼睛剪掉，把池水的温度升高。哪两个？这我好听过哎。嗯，你应该听过。对，我有听过。在夏威夷。两下，我知道了。你怎么能提醒他？哎，我讲夏威夷那么大的地方，他也不见得知道啊。太闲。再赢一次来，好，预备来，剪刀石头布。我们赢了。不变的。哎，你都没有变呢。开玩笑，你不变应万变。对，你想起来不是走眼就抓到他，是把眼睛剪掉，还是把池水的温度升高？答案就是 A。把眼睛剪掉。好，很压抑吧？你看，哒啦哒哒，好压抑的。他觉得不可能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忘记了。因为不能看得太清楚。一定错。来吧。顺利交配。他为了顺利交配，在繁殖季节把眼睛剪掉，对还是错？请看。我知道为什么。所以答案是 A。眼睛剪掉，为什么剪掉？为了让虾子能够顺利的快速繁殖，人工养虾叶子会在虾子繁殖的季节挑选成熟的雌虾，剪掉虾子的眼柄，因为眼柄的基部啊会分泌生殖抑制荷尔蒙及脱壳抑制荷尔蒙，剪掉的眼柄可以去除抑制激素，促使这个卵巢成熟及产卵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怎么吃，你知道吗？帅气，你到底懂不懂品尝？慢慢嚼。
品茶。嘴巴里面。你走开了。我把你眼睛剪掉。你根本没有一题答对。我把你眼睛剪掉。你再吵，把你眼睛剪掉。那就交配了。让你好好繁殖。剪掉就交配了。还吃？你根本就答错。答错都可以吃，那个。虾。但是靠近我，他就一直在闻我的味道。那走开！你看哥。你不要喷口水呐！你为什么不讲话？因为我很爱狗狗的东西，就是羞羞的。哎呦，真的，哎呦，狗狗羞羞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狗狗吧，狗狗羞羞。右上角，你不要拼了，真的吗？右上角，什么真的吗？对啊，那个。对对对对对。好吧。还真的是，输给这个不会拼图都好难过。OK，very good， 耶，拼得多好，耶，好，那我们大家回来喽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好，我们一起回来。OK， 来阿基师，哎呀，阿基师，看我师傅做的啊。哦，要试吃了吗？对，试吃。那试吃什么？试吃什么？来，给您解个腻啊。好，看看我这个洋葱处理到多薄。我们手都没吃，解什么腻？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哎，酸豆配洋葱，猜题，所以。又猜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要帮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来，来，题目是还没。虾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它会不停的脱壳。如果在脱壳的时候被吓到，那么它会 A 脱壳失败而死翘翘 ，B 把壳穿回去，避免被攻击。好可爱的虾。BB 大题猜拳太大意，让小生又气又感慨。为了抱卵不让卵掉下来，会发生什么奇特的现象？准备，剪刀石头布。题目是：虾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它会不停的脱壳。如果在脱壳的时候被吓到，那么它会 A 脱壳失败而死翘翘 ，B 把壳穿回去。避免被攻击，好可爱的虾！哎，真的画面吗？就是他脱壳失败，就脱了啊，失败，失败就挂了。对，好可爱啊！心肌梗塞，一脱了一受到惊吓，脱啊！你丈夫回来了，好人性啊！两个都好有画面，成熟一点，进攻一点，这一拳，这一拳，这样子来。好，完了，可是你都不变呢，加油！你啦，你先。北北，我也不变，小石头，小石头，不，怎么可能不变？怎么可能不变嘛？你怎么那么笨？拜托，拜托，过了，过了，我们还没有赢哎，对，还没赢呢，还没赢呢。好聪明，你好聪明哦！脱壳的时候吓到就死掉，脱壳的时候赶快穿回去。不会，因为它脱壳之后哦，它还是会再生出来。对，因为它的壳不是一次全脱嘛，应该是慢慢脱。对，先脱上衣再脱裤子，对。它可以先脱鞋，好不好？它应该是先脱一点点。所以他应该不至于会死掉。快了，给我一个痛快，你快点，好了 ，B 啦 ，B B， 答案是，我说成哥嘛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成长过程当中，它会不停的脱壳，而在脱壳的时候，如果受到惊吓，虾子就会脱壳失败而死亡。哦，所以虾子在脱壳的时候呢，请千万不要打搅或者是移动它，最好帮它准备可以隐藏的地方，避免被其他的虾子攻击。我看好，这人是酸。吓到冰冰姐，她才会脱壳，吓到，她还穿回去。她脱壳，她不会死掉，你放心。我也死掉。冰冰，你脱壳会死掉。说凡是二十五。好好。我们风度很好。嗯，高二。好啦。刚的酸豆，刚刚好，酸酸咸咸。
搭配了一大口的洋葱丝，刚刚好。分足。那洋葱丝一点都不像。对，那么分足。分前适中啊。哎呦，这样我们等一下就跟他拼一样就可以了。我们没有失败的几率。简单了，你看。对嘛？你看，学我们。谁要学你？再平手。不是学你们，这锅子长一样。对。他拼就这样拼，怎么学啊？他没有别的拼法了。怎么怎么学？我们又不懂得穿回去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啊，嗯，我们刚拼个不一样角度的。好无聊。哎，所以这里就饼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怎么可以告诉他们？当然是啊。头的部分呢，我把它的膏嘞给挖下来。哦。这个等一下都是拿来做提味效果用的。那么甜度呢，我会用洋葱。来做到提味的效果，咸度就靠酸豆的咸度带进来就 OK 了。哇，哎呦，真的好漂亮哦！谢谢。哎呦，那么吃的时候呢，取这个肉的时候，自然就沾着这个酱出来，就 OK 了。哎呦，一杯凤生紫霞。哎呦，真好，有毒也没有。哇，有毒也没有。洋葱，还洋葱，解腻用的。酸豆。做高刚的哈，不会啦，没有，别啦，你知道过程怎么样拿捏的好哈，嗯，别高刚了，阿里细腻的东西本来的工序就是要这个样子，对我阿拉伯的搓搓起里减少一擦擦的，我袂使介绍无讲，对啦，介绍无讲啦，哎呦，真的，哦哦，走，看詹姆斯组装，好，哦。你已经洗过了，嗯嗯，因为你们太久了，我们现在会糊掉，所以我就先把它弄出来了。你刚刚怎么洗？在火水里面洗吗？用洗衣机洗。就用就搓搓它，先在火水里面，然后最后再用干净的水，生水必须手水好好聊天的。你是不打算好好聊天的？有，我有打算，因为我好，我好想吃那个虾，我。心不对，哪边的虾？哪边的虾？这一波呢是先在下面，好，因为它有点深度，嗯，也让这个虾子颜色好看一点，嗯嗯。哎，你的虾子刚是用水煮？水煮就好了，然后马上冰镇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泰国虾的虾的甜味全部都是在酱汁里面。山药。芥末酱油完了以后。山药。山药。哎呦，真的很好吃。光是山药加一点酱油来拌饭就够好了，不惜成本呢。嗯，好碎，碎碎碎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刚的虾冻，虾冻，对，真虾冻。虾汤的吉利丁啊，嗯，对，我们待会把它拌在一起吃啊，等于吉利丁浓汤就加虾的丁加虾汤虾浓汤加吉利丁解冻，不用做。哎呀呀呀呀，这个好，这是秋葵，嗯，还有最后一个东西，这个好，秋葵，嗯，这是温泉。哦，你真的很酷。台中有一家钓虾场。整池的虾子呢，离奇的暴毙，原因竟然是小时候啊，我们在那个小溪游泳啊，他就有那个电鱼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小孩子脱光光，他就这样电我，然后我也没死啊。你那个没，那个没电了吧？这我没吃到，你试试看，我告诉你。这是你决定。来。可是让你有一天你决定，我们没吃到了。快点啦！哎，你们。虾软，嗯，好漂亮啊！现场倒数十秒，嗯，海苔，这三斤花有多会吃？今天五星级料理，真的数不清楚。泰国虾变成了两盘呢，不一样的冷盘哦，它可以当成主食，也可以当成开胃菜。嗯，啊，非常感谢今天两位主厨做这样的一个准备。面，兵家必争之地。时间到，开始。真漂亮，新沙鸡翅好不好？开胃。好。
我们再来吃面线主食，好不好？ Okay. 这叫做恋爱豆焗虾。来，题目是：台中有一家钓虾场，整池的虾子呢离奇的暴毙，原因竟然是 A， 有人想电几只虾来吃，结果电死了一大池 ；B， 有人想迷昏虾比较好钓，结果毒死了一池，是 A 或 B？这最近的新闻吗？啊，那是今年的新闻，我有看。来，准备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，剪刀石头布，是。笨蛋 ，B， 又 B， 从头到尾，哎，你有一个老二哲学，对不对？那个电鱼啊，不电虾，电一只怎么会整池都死掉呢？水导电呢、啊？电就开太大了，对啊。水导电当然整池啊。我们以前在山上，嗯，整条溪都挂。对啊，啊，水导电啊，那个是很可怕。我小时候啊，我们在那个小溪游泳啊，它就有那个电鱼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小孩子脱光光，他就这样电我。然后我也没死。你那个没电，那个没电了吧？有，就我整个人都僵掉。你 B， 我 A。那我怎么办？那我就听你的。不要，因为我也不确定。你也不确定。对，因为我只是就是不确定而已。来，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确定。好，所以我没吃到，你看一看。好，所以我没吃到，你试试看。好，那这题你决定。那。可是你已经有一题你决定，我们没吃到了。快点啦！哎，你们刚刚也是在说那个穿回去也好久，好不好？穿回去好久。后来啊，所以呢，你不是金师？你要亲吗？还亲吗？要不要亲？好，因为他刚刚有讲到说电这个地方呢，可能是因为水会导电，所以那个死会太理所当然。可是那个电你要电力很强啊，那很强啊，对啊，人都挂了，对啊。4 3 2 1，答案是 B。好 ，B 了，答案。恭喜 B。原因是什么？用什么米？今年五月呢，台中市有一家钓虾场的虾子离奇暴毙。调查之后发现呢，竟然是一名男子了，为了在爱吃现钓的鲜虾的女友面前逞威风，但是钓虾的技术太瞎，结果就教唆了友人呢，疑似将一种俗称为甲鲤的毒剂呢倒入虾池当中，那么准备是迷昏这个虾子。只不过下手太重了，就把整池的虾子给毒死了。对，赔了四五万了。新闻，这毒死了还能吃吗？赔了四五万，不能吃了。加那个，哎，下次制作单位要换个情况，输的人哈、可以吃，赢的人有锅子啊，都哦，两全其美，好吃哦，对不对？没有吃到的，要沾那个，你要连下面那个，红豆泥，好好吃，很妙哦。红豆泥很好吃，对啊，咸的红豆泥很好吃。还有我们刚吃的，真的好好吃，我只有吃到红豆泥，真的好好吃。吃完嘴巴会有香香。我现在正在入营，我就来吃，我不要收那个通告费。真的哦，真的哦。你那一讲外面的人很开心哦。我是说真的。干嘛讲这个？干嘛讲这个话呢？我们差那5000块嘛。还有什么东西？那我是觉得怎么样？红豆毕竟在台湾，我们还是习惯性会煮成甜的，对啊，比较少煮成咸的。那当然在欧洲那边，他们会把它煮成咸的来吃。以这样的组装，其实红豆泥跟这个中式的一些调味的方式，点了一些调味方式进去，其实它是非常特别。尤其我觉得它里面放的那个香菜，它整个把红豆泥跟虾子跟洋葱所有的味道全部都提出来，在你嘴巴里是非常非常好妙哦。太懂了，阿弟吃好厉害，我要听。就可以了，答题我来，那个拼图你来，先拿这个，对，先拿锅饼，我赢的，我们现在只能全面拦截他们。这个真的是有时候真的要靠运气，这个答案呢，我们两个都知道，偏偏让不知道的人，哎，
来讲话客气。市长应该我没有吃嘛？对不起，那叫常识 ，OK？ 还要看新闻。你们看我们吃刚那一杯不舒服，来，我再吃个面给你看，来。来，詹姆斯再出个题目来。题目是什么？时下在交配完之后，为了抱卵不让卵掉下来，会发生什么奇特的现象 ？A. 脚夹得紧紧的不让卵掉下来。B. 脚上会长毛，把卵粘在上面。好，这个 OK。阿迪，我来。准备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输的。知道答案呢？他们知道答案也没知道，我们知道答案会知道啊。他怎么会知道答案？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不相信，来呀、啊！你有答案吗？心里面？你好，我是因为答案是 B， 他长毛了他，就是他长毛了。不是啊，因为像刚刚他死掉掉的时候啊，他的卵还是在他的肚子上，还粘住的。他的脚没有紧，他脚下他脚都很松。哎，还是很松。对，可是你会发现你在拨它，因为我刚刚有稍微看，你拨它卵的时候，它是粘住的，好像有毛还是什么是粘住的。对，你看了我们整条虾扒开啊，对啊，用咬，不用解释，咬那个卵是一坨出来。对对，它中间好像有真尝试好不好？它脚能夹几颗卵啊？所以你也觉得是，所以那个本来就粘在毛上，要我因为我也猜 B 啊，这谁不懂啊？要尝试好不好？你现在是演哪一出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吃不到话，好生气。我本来就知道答案 B， 好不好？ B B 答案是好，这一答案是 B。你看，对，至少我们吃到面的。尝试，那为什么猜输？还故意猜输？他就换人啦、啊，他换了一个会翻译。换的好吧？来，请说明。来，雌虾在交配前脱壳后，在第四五对的腹足结肌节会长出细细的肛毛，长出的肛毛呢可以。帮刚好刚毛对对，可以产出这个产生出卵粘附在这个雌虾的腹部，让这个雌虾的抱卵孵化。我这样，雌刚会可以刚好，刚刚会刚好，刚是金刚的刚哦。对啊，吃吧吃吧你吃吧，他反正他也得不了锅子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吃到面了，我得不到没关系啊，对对对，没关系啊。你吃饭礼仪都不懂啊！你们说好吃的原因是什么？不是詹姆斯加的太咸了，对不起。哎，更哈，他其实他所有的怎么得了？他所有的料除了虾子之外，其实它都是滑溜的，包括那个面，因为面线本身也会有那个淀粉，就是你吃在嘴里，就是真的就是这样，你会一直吸，因为它很滑溜。然后还有那个最后是那个虾的那个 Q 度在里，虾其实是主要的一个口感，在里面是脆跟 Q。三合一的白蛋白结合是最优的口味表现。白蛋白？对，一个这么一个三分熟的鸡蛋，还有一个秋葵，那么还有一个山新鲜的山药泥，这是我们一般所谓的不同属性的白蛋白结合了以后呢，呈现滑溜的口感，搭上虾子的鲜味还有细面呢，难怪刚刚两位咕溜咕溜的那个口感啊，真的叫做垂涎欲滴了。好吃哦。我管哦，我管完以后才够输个短线。掌声鼓励。再找我做。品拼图。你就不用拼了，他们。对啊，我没怕。生命就少了一个角，真是很可惜。他刚刚如果是那个方俊跟我猜拳，我一定赢的。然后突然，好薄啊！又来拼错，这样。那年哈，我们各缺一个角，真是气死哈。好可惜。今天能做这样的做法，基本上也是我们节目才看得到。对的。观众朋友可能不见得会照做，但是。观念弄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也挺好的啊。希望大家两位能够让感到满意，下次再来，超满意。谢谢斌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二主播，再见。大家祝福这么好吃还好看的新年大厨，祝你们、我们、他们天天都幸福。拜拜，大家晚安，谢谢。谢谢。沙河万事兴演员群来下厨蒸锅子，厨厨与主持人频频给赛，却不全是因为厨艺。沙茶牛肉炒，你用英语讲不用太白粉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可能吃起来口感很赞，因为一定要加米酒比较快入口，哦，有这种事，而且可以让那个肉的一些杂味去掉。哦，是是是，你选择他们一个赞，有。
我们家做的是红烧鸡。红烧鸡。对，家庭必备凉菜，而且重点是必备凉菜。Of course。因为它是吃凉的。决定菜谁来帮我做？吴秉承师傅投入现身帮忙做，而亮亮边做边讲，嘴巴停不了，让大家很火大。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小两口可以平常在家做的。你们今天来比赛，你们没有教大家做，不要一直示范，好吗？误导人家好吗？谁来？